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台会不会买大？七级的七级的七千块，七级的七级的七千块，出价，出价，再出价，出价，出价，再出价，让子弹飞回，让子弹飞回，开始价。哎，没有人按了哦，有哦，哎哎，没有人按了哦，有哦。成交，耶！成交，耶！上个礼拜因为剪片剪太晚，儿子就没有飙到，因为太晚上线，上线的时候已经快结束了。这个礼拜我们是不是起了个大早？不是，干脆不要睡，剪片剪到早上，接下来这边等。那昨天我在半夜在家里做好功课了，把我们今天有兴趣的物件的序号都写在这个纸上面。我们现在就来标看看，满足我们的购物欲。那首先我先把有兴趣的这个物件，因为它这边可以做一个提醒，它就会响铃做一个提醒，没了。哇，今天也是用到绝术。好，好啦，我们已经把这个提醒设好了哦。然后，因为他现在我们今天比较早来嘛，比较早上线，那他比较一开始租赁车的部分，不管长租短租哈，他都会先行在一开场的时候先做拍卖。那其实数量蛮多的，那很多观众朋友会问说租赁车要注意什么哦？通常我在上面观察这个租赁车的情况啊，通常里程数都会偏高，比如说现在正跳到这一台 BMW 的，它2017年才两年，已经跑了快60000公里，还成交了嘞，好，所以其实现在已经量这个可成交了，好，然后这台跑快60000的 BMW 我看应该是成交了，叮咚叮咚，好，有没有就成交了？所以其实我看这个租赁车通常里程数都偏高，我们的定型化契约里面要去这个写一条叫做，好，这个车卖给你之前是不是长租车，是不是租赁车？那有时候会有一些车况上的疑虑，跟里程上面的疑虑要注意。你看接下来这台租赁车，它2017年的已经跑了60000多公里了，而且它上面还显示这个车头是有撞过的，有换过板件的，车头板件有换过两片。一家长租车，所以它很多可能是公司用车，就这个公务用、业务用，所以里程数通常会偏高。第二个，使用的人不是车主，没有办法去预测说车况，没有人会去爱惜嘛，包含内装，包含这个引擎，对不对？想要赔就赔，反正公司都有保险，不是我的东西我就尽量用，所以它的事故碰撞的几率啊也会比较高，这就是长租车比较常见的问题。好，像它现在跳出一个提醒了，说我的在舞台，好，不是钻石舞台的舞台哦，好，不求，好，那我只要按一次哦，点按一次就是这个1000加价1000块，然后就这样一直往上加，一直往上加，试一下哦，好紧张哦，好，到了到了。好，比如说我们这样点一下，哎，哇，这个有竞标者，你看，我现在点一下最高，哎，马上被人家超过去，有没有？再点一下，有没有？我们现在最高，哎，马上要被超过去，再点一下，最高，哎，马上被哇，又被两个超过去，我这就是有人在竞标的一个状况，有没有？我现在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了，哎，我们再点一下，好，现在最高就是我们的，哎，成交，有没有？就这样一个恭喜成交，我们飙到今天的第一台车啦，我跟你讲。这台车是为了要标给你们看的，其实这台车已经超出行情，好，所以这个车我们是强行。他为什么会自己关机？刚没有录到吗？不会吧，我刚没有录到吗？应该有吧，但真的没有录到，北七哦。好，就刚刚买到那台车没有录到啊，只能再买一台车了，靠腰，真笑哎！等一下再处理一台啦。哦，刚那台标这么贵，竟然没有拍到，真的是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这个也可以来做一个出价哦。比如说我们这样再点一下，哎，我们这样就是最高，这太贵了吧？好啊，好气呀，好气呀。看起来有点想买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高过价格太多了。小四的客人都很信赖我们，但是我们也要帮这个消费者去
把关这个价格嘛。我觉得哦，不是一昧的说可以卖很高很高，然后客人很像白痴，小事你卖多少我都跟你买啊，我们卖人家太贵我们也不好意思啊，对不对？也是要合乎行情嘛，我们只是要负责在这个行情之内给人家一台好的车子。我要把关的不只是车况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买太贵啊，回来卖人家更贵，这个也不是办法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可能没赚钱啊，没赚钱我不要先花啊，拍影片没赚钱就算了，连主业卖车也赚不到钱啊，我小事不就准备跑路了。有没有，我们现在按下去，现在我们最高价了。哦，现在我们最高价在这里。哎，我们成交啦，我们买到一台车啦。其实刚在休息的时候，我又偷买了一台车啊，所以今天的那个成绩是已经买到三台了。第一台没录到啊，第二台是刚休息的时候打字幕边看边看，哎，又买了一台。然后现在又买到了一台车哈，刚买的那台车是在高雄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，拜拜。好啦，刚刚他打来，说我今天买到了三台车，拍卖都还没有完呢，你现在是看我没就对了啦，你就觉得我今天只能买三台就对了啦，我就再买两台给你看，没有啦，再不要好了。那换过板件，昨天本来想说哦，这台车2014年的，然后5年车，本来想说这台车5年车跑40000，蒙昧，可是现在看到这个有换板件，昨天没注意看，算了，碰底。如果都流标就比较快的啦，哎，停拍好，换我们了，启用出价键，出价，再出价，哦，一直跑，哦，让子弹飞回，它一直跳，哎，我们最高啦，是哦，好，我们最高啦，哎，没有人按哦。有哦，成交耶、yeah, 第四台，第四台给处理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今天要收工了，钱花完了，机开完啊，收工。好，不过他这个你买到之后啊，还有一个6000块的手续费，所以假设我是300000买到的话，其实真正的领出来我是306000呐、啊。这个拍卖公司会赚走6000呐、啊，一台车委托他卖的这个卖方哦，也会收取，我记得不知道是5000块的手续费、啊。接下来他会传真汇款单，那小四要准备来做一个汇款，汇款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要求配车给我们。好啦，那刚刚这个他也传真这个叫做结账清单来哦，那我现在就线上汇款处理下去啦。这个车款是直接汇到拍卖公司里面，他做一个中介这样。好，那我汇款完成啦、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联络专员，通常两个方式，你可以自己上去把车开回来。那还有第二个方式，就是请他用拖车拖下来。哎，那我三台已经先汇过去了，今天来得及拖吗？好啦，今天4台，那3台在台北，刚我才发现才想到有一台在高雄，好，所以在高雄那台我要自己联络这个高雄的拖吊车，那到高雄去把它拖回来。好啦，我们搞定啦，车子真的漂亮，赞。啊，规场拢专车，都买车来。规场拢满啦，哦，啊都买。都拖3台来，开一排咯。你看，准备啦。啊，你看，啊，这也甜啊。啊，这边嘛车啊。
昨天，对，昨天从拍卖买到的车子，今天从高雄运上来了。我跟你讲，带大家来看一下这台斯柯达法比亚，这台车是2019年的，也就是今年的车。你看这边有车侧盲点，其实这种车不太用检查了，可是我们还是会确认一下，有没有配备高级遮阳帘？1691公里，哇，里面都新车位。嗯，哇，这个皮摸起来好软哦，好滑啊，就跟这个3岁的小婴儿一样。哎，我没有那种癖好哦。哦，这个调整的塑胶套都还算，哎，不错哎。1.0的税金一年，你不是最爱讲税金？这一年8000多块的税金而已，税金买这种新车就是买价差。好，那再来我就稍微去巡视一下外观的漆面、内装的状况，有没有符合这个1600公里的里程数？哎，有延长保固哎。这么新的话，轮胎我们是看这个厂牌，还有它的出厂的年份周数。哦，像这5018就18年的第50周生产，装在19年的车上面合理。好，然后再来一个前后的牌子应该一样，因为跑1000多公里不应该换过轮胎嘛。如果换过2条轮胎，还是4条轮胎的牌子都跟当初新车出厂的时候是不一样的，那这我们就会怀疑它里程数的正确性。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新车，好不好？你去展间看的也是这样而已啊。喜欢小诗的影片，要记得多多帮我们在底下留言、按喜欢，然后分享、加入讨论。今天节目就到这边，下次见喽，拜拜。